感谢在这个寒冷的夜晚，感谢在一个告别2017迎接2018的夜晚来到现场，感谢所有朋友们。知道今天是二手玫瑰18周岁，让我们一起回到东北老家度过一个成人的晚上。所以说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晚上，在这个用腿来跨过新年的晚上，让我们疯狂的粘人。我们俩就上个看风景，看风景，我们。
归乡不乡啊，四更啊你啊敲打窗棂啊，这是导演你莫高兴啊，点击到你的心体啊，何人的疼爱你呀、啊、你要袖珍留情地，那么嗨呀儿嗨呀，你也难舍我也难离呀，这五更你啊是东方发了白呀，这是谁呀，快起来呀！